我妈把我阿姨给她求罪，我要救伊。你唔免去救老虎米啦，已经叫人救去啊，伊无性命危险，啊是大人在照顾伊啊，恁家烦恼跟家己身体唔才对。你免骗我，我哪有可能骗你啦？阿妈妈，今日要安排小助去病院，我有听医生甲罗在兴讲，老虎米已经无性命危险嘛，所以你唔免讲烦恼伊啊，来啉一罐鸡汤好不好？好卡在。妈平安，我担心。因为你是跟我失散四十几年，我亲生的后生长子，妈妈想要来弥补你。啊，假使你若愿意跟我相认，啊，妈妈一切拢会给你啊。我绝对袂当给你过去过迄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算是你后生啊！我不是你后生，我是罗家峰，我是罗三英的老虎米，听说大汉的，我爱我小弟小妹，我爱的静玉，我拢看每一个人，经过那一阵风风雨雨，我拢做去面对，伊才是我的亲人，你不是，我要等你出院。我哪不是你的亲人？你的心上留着我的血呢，你就是陈忠志。我不是，你莫白讲，我不是陈忠志，我不是啊。忠志，你赶紧醒醒好不好？我叫罗家峰，你莫给我搞狗屎好不好？忠志，你去有老婆住啊？你无可能倒转去啊！已经有人代替你的身份，转去罗家做罗家峰啊！我看你的身份已经叫人代替啊！你还阁会记得无？你捌看到一个迄面貌甲你身上最共款的人，伊即摆已经代替你转去老家。这个身上跟我一模一样的人，佮我伫这世间，来代替我身份。无唔对，拄只第一病医，无一个人对伊会怀疑。你讲恁的家庭有偌幸福，我真正拢唔敢相信。因竟然连假的罗家峰拢认袂出来，即摆就算讲你真正转去啊，你是要安怎跟伊解释呢？你一淹落去，大家就会知影你真正的身份是陈忠志呢。我唔是，我唔是陈忠志。你看得清楚，我知道你一定无相信，我嘛惊江道信甲我欺骗，所以我趁你昏去的时阵，我就摕着你，还佮有我的简体，去做精子鉴定，结果证明你真正是我的亲生后生陈忠志。妈妈对你的爱绝对袂比老虎米搁较少的，对不起。记录报告，可能是假，可能是假。那是真正的，我的妈妈跟我讲，我的妈妈就是老虎米。我嘛想要跟你弥补咱两个感情啊！你若真正为了好，你就马上我离开。我要跟我的爸爸妈妈阿姑姓家讲，江道生啊，即马伫个温金泽身躯内面，也佫我要拆开迄个假罗家峰的小鬼仔壳，那么伊呢危险。要放你走，袂用的。啥袂用？你若离开，你就袂认我这个妈妈。我袂当让你搁在我面头前消失，那安尼我永远都活袂落去啊！我已经不管你怎么样想啊，
我就是要离开，我无可能工作生意一秒成功的。今仔拄到这个灾劫，拢是我引起的。我无可能江都城迄个老妖怪，用温金钱的身份，还佮迄个罗家风来污蔑伤害阮厝内每一个人。我要去保护我的亲人。中志啊，你那不好听，你妈妈话啊。做一个乖囝，敢袂用钱？嗯？讲不死，你是死要打！刘金，你收着，你有听无？讲不死，你是个卑鄙！你利用一个妈妈要保护囝的心，为非善作。你若是真正要为着杨庄才好，当初你把陈中志救起来了，你想要把陈中志休伊？你把差人的陈中志跟罗家峰，就一个结罪的计划，交我成婚，你明明就是无安好心的，你去点嘛急性子？你是在干苦？你是不是有想起啥？当初的事实真接近嘛？哦，啊！你看我毛胖，啊！来我心痛啊！原来你家大罗家峰六岁陈中志，你甲关起来，你甲苦毒，你控制伊的成长，你计划你报仇四五十年的计划。你牺牲两个囡仔，你真正够苦，你是魔鬼，你是死魔鬼！我是你的在做温情人，知无？林香水啊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是拄仔好尔。因为之前把中志找倒转来，我欢喜过头，完全拢无考虑到你安尼做的理由。你是安怎要利用我的中志，害我跟伊分开四十几年？当年我和陈金良创空，我入去沙坑受重伤，伫病院治疗，都好看到病院宣布中志死亡。陈中志母仔囡仔走来病院，我你好好出去，你的心内只有悲伤。就伫迄个时阵，我发现中志还阁有一口气。我想想有一个想法，若是会当甲伊救活，完事以后，阁有利用的机会，我就偷偷甲中志抱走啊。啊，那呢？我第一个囡仔是啥人？迄敢是重点？迄款歹年当，哪处是都过身的囡仔，啊，凊彩找嘛有。你抓我的中志去报复刘在兴，江道生，你这个笨手，真正是别人的囡仔死不了。不够、哦，你拍得愈来愈顺手啊！当年啊。有一摆你想要逃走，无顺利车倒桥顶，引起火灾，列兵烧着伤。我伫咧想啊，都顺势甲你整容，变作罗家峰。后来我阁趁罗家峰走去医院孤单一个人的时阵啊，叫人甲车落去水边。我叫你跳落去救伊，都趁着恁一个人跌落水，一人浮起来时阵，甲恁两个人调包。后来，我用法术，甲你的记忆拢洗掉，
让你顺利去度假，吃好穿好，做大小姐。是罗家芳的人生，不是我的。你害我变成一个偷走别人人生的贼啊！实在，你是做可恶的，你可恶！一切不知感官的妄想啊！那么多事，你拿我这个机会，我绝对不会帮你算。秦国义啊！干老师，你放下！谁在你啦？啊！我只是爱让伊知影，对我爱有感恩的心，安尼对你嘛有好处哦。我爱真心介意陈中志，这个身份，跟我写作一模一样。只要在罗家打电话的人，感情真就是罗家峰。我倒可怜遐个好心，把罗再见的亲情寄献给伊。哪里真正罗家峰的？今摆去追伊个，就是啊。是啊。哪里今摆在罗家去那是啥？是我用心栽培，准备要做罗家的接班人。以后当配合我，对有担当性，罗再兴这个人。咁多事，这种歹代你佫做会出来？别让我出去！你来打出门，别回来啊！永吉，我拜托你，别再离开妈妈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你把弟弟气消啊！永吉，永吉，永吉，若是我先陪去床顶睏好啊，有新的人搁伫个碰一睏，那会当睏较舒适落去。李青啊，歹势，我唔是特工跟你吵的。我看你搁伫遮困，唔是讲真舒适，我想讲先甲你抱去床顶困。你干脆遐，你再别吵啊！你听我，我知影。是讲哦，我着小看脾气尔啦，免爱睏伤久。小等下我搁去手术房迄边，袂饱还够野食。对啦，阿妈即马伫开刀啊，阿爸我坚持，阿你送我倒来病房休困，咱是应该爱去关心一下较对啊。来，家峰。安怎啊？奇怪，你也无发烧，哪会变这样啊？我起来温枪给你一下。啊，免啦，我无发烧，免紧张啦，无发烧。哦，你是安怎啦？要做爸爸的人啊，佫真袂定着。歹势，我一时不小心。我家己饲就好啦。你应该不是咧拍摄啦，哈？哦，你已经老夫老妻还是拍摄啥？不是啦，你今仔日头毛真芳啊！而且你嘛是我的女神啊，对唔？我安尼表现嘛真正常啊。